不让露脸啊。不知道你手机有刮伤吗？嗯，这里有一点，就这边吗？对，这里。因为昨天不小心整个摔倒，然后就把它撕起来了。哦，你去摔到那个有建物的地方哈、哦？嗯。地上吗？平面下去对不对？嗯，那种水泥地那种。哦，对，去刺到。就旁边嘛，对啊，这里而已，哦，这里，很明显吗？要认真看呐、啊，哦、等一下贴下去它就比较不明显了。还蛮简单的啊，没有什么技术性可言。啊，就没有技术。我想说贴膜是有技术性的，结果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等一下拿那个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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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浪费东西哦。不要浪费东西，就清洁而已嘛。清洁要擦干净啊，不然怎么贴？